爆发于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因为数据不透明，目前只知武汉出现个位数确诊病例，其他地方的疫情零增长。与此同时，中共趁机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模式奏效，企图扭转掩盖真相、瞒报数据的负面形象。最近，中共官媒大力吹嘘所谓的中国防疫模式，各国正在效仿，声称这证明共产党是一种更优越的治理模式。但外界认为，真实的情况是，中共当局应对肺炎疫情的种种方法，不仅不是所谓的制度优越，反而是治理溃败。中国政府这种对付疫情的方法，实际上完整地反映了它整个治理体系的溃败，并不是所谓的中国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从一开始掩盖疫情，到警告黑哨人抓捕这个公民记者，然后到这个伪造数据，包括阻拦民间的救援以及拒绝美国的救援，中国政府的宣传里边把这个宣传成他的所谓的优势，这显然是颠倒黑白的。在民间不断传出患者被故意不确诊，封城中的百姓生活艰难，面临不是病死就是饿死的困境时，中共当局却不断通过各种形式的政令倡导，营造社会恢复稳定的氛围，并对外宣传所谓的成功经验。中共的这个宣传在国内呢，就是掩盖疫情、压制真相，来宣传中共他如何决策英明。那在国际上，这种大外宣的目标就是转移视线，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共做法的批评。澳大利亚智库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云曾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当局很明显希望透过这种做法向全球证明中国的治理模式优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模式。不过，是否真的如此？对比一下民主的台湾就知道了。台湾距离中国最近，两岸民间往来众多，外界本来估计那里会成为重灾区，但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台湾仍然只有一个死亡病例。台湾应对疫情的策略正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3月17号，美国外交政策一篇题为《对中国警惕使台湾成为防疫典范》的文章指出，台湾在中共的霸凌之下，面对疫情展现警觉能力，造就今日的台湾经验。文章作者希尔顿叶曾任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与《中国日报》的香港驻台记者。他说，台湾在防疫政策上结合了早期主动部署、信息透明化，并运用大数据分析及网络平台等科技，让民众得以参与掌握。相比中国利用严格审查机制来应对疫情，两者呈现强烈的对比。文章还说，中共利用假讯息、军事威胁等方式霸凌台湾，特别是在2003年 SARS 爆发时，中共不提供重要医疗资讯让台湾知道，这也因此造就今日的台湾。对中共警惕，使台湾成为防疫典范。防疫当前，正当各国政府焦头烂额之时，中共则忙着大外宣，大肆宣传援助哪些国家。在中国的瘟疫爆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世界各国都在援助中国，尤其是美国不但给予了大量的援助，美国公司更无偿地提供了 WHO 唯一认定有效的药，就是瑞德西韦的分子式。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对这些信息呢几乎是不提的。武汉肺炎在中国爆发初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世卫组织也鼓励外界捐款给中国，有超过33个国家对中国伸出援手。来自台湾民间的捐助善款和物资折合人民币约1.2亿元。那么现在国际社会的疫情爆发了，那么中共即便他援助了个别的国家，他本身也可以说是受人恩惠的一种回报，中共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施恩于人的角色，扮演救世主，这个与当初国际社会援助中共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是基于人道主义，而中共对外的援助是政治宣传。他是推卸隐瞒疫情导致瘟疫爆发蔓延的责任，把因为中共的错误而导致大量中国人感染病毒丧生的这个罪恶呢，扭曲成为中共因为抵抗瘟疫为全世界去做出的牺牲。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共想通过这种大外宣去渲染中共的所谓贡献与援助，它的目的呢是要强化中共有资格来领导世界的这个形象。意大利记者庞皮利揭露，
中共对意大利的所谓援助，包括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资，实际上是两国的商业交易，并非捐赠。蓬皮利说，北京在积极宣传所谓中国的全球抗疫模式后，把卖给意大利的医疗物资说成捐赠，是中共的第二波政治文宣。